杭州临平区湖潭路上有家农商银行，陆大伯先后在这里办了九笔定期存款。1月29号，他想提前把钱取出来。我买了房子，买了房子呗，我钱不够嘛，我也拿了，我一共拿了9张。陆大伯说，9张存单加起来有70-80万，打算拿去付首付。不过他发现其中2张快到期了，马上能拿到利息，就打算只取其余7张存单。当时因为自己眼睛有点老花，看不清楚，就让银行的工作人员在自助机上帮忙操作。当时呢，我说9张呢拿，2张不拿的，反正1张是2月6号，1张是2月18号到的、我肯定不拿的。那么他在拿机器上拿的时候，我说啊，你快到拿光了，我这2张不拿的，我急急忙忙赶上去，我拿了1张，我还有1张我也不拿的。他说已经住进去了。银行短信显示，陆大伯当时收到了8笔款项。他说，其中5万多这一笔是马上到期能拿利息的，也被提前取了出来。原本3.85%的定期存款利息，只能按照0.几%的活期利率来算，这损失就大了。我原本是存了3年是5775块利息，对，结果他到我这个机器上面把他一搞呢，给我那是400多块，还差大概是5300多块。当天帮陆大伯操作的银行工作人员赶了过来，他说当天把存单的数量清点过好几次，陆大伯并没有特别说明。他就是把一刀，就是他是一整刀的嘛，9张嘛，他就说这个钱要取出来。这个呢，我们包括柜员，包括我们也是，就是去看过监控啊这块，就是好像大伯也没有明确的说，就是说我这2张要，就是要。到时候再取的，就是因为每一笔，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就是不是有个金额啊，要授权，要先跟他征求他意见的。银行方面表示，双方可能在沟通上存在信息不对称，他们也第一时间确认了，但这笔业务无法撤销。工作人员看到他这个日期快到的话，如果他要来取，会不会做这种提醒或者跟他确认一遍？对这个方面呢，我们也不否认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也是存在一定的疏忽啊，就是因为他连续一起过来的嘛，这块就是没有再跟他就是提醒他那个到期日，但是那个提前的就是提前支取的那个金额什么的，就是在跟他是核对过的。那么今天客户不是也过来了嘛，然后我们大家也是就是坐下来，已经就是面对面的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沟通啊，然后已经通过那个协商解决了一个方案。陆大伯后来反馈和银行达成了一致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